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真的心中有很多的感恩，因为在生命里面看到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看到这世界不法的事情，看到这世界的灾难，看到人的爱心渐渐冷淡，我们都知道这是你在对我们说话的时候，让我们得到这敬畏耶和华而得的智慧，让我们在生命当中分别出来的敬拜，分别出来的时间是单单属于你的，更这在当中我们要分别出来我们的人生。所以说我们学习一件事情，这生命里面有很多的缺口，生命里面有很多的苦难，但是我们却在你当中一起看到有主耶稣基督来填补这一切，就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喜乐，也让我们在这些道路里面单单信靠你，也单单在这面前成为这祝福的一个见证人。保守我们一下时间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黎巴嫩的荣耀，并加密并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圣殿，我们必要看见我们神的荣耀，还有他的华美。阿们。以下时间交给锡安敬拜团。起立，我们要来思想主的爱，在古旧十字架上所为我们成就荣耀的记号。让我们一起来唱。哥哥他生命上土地是自家，这是直到在主台前见证。
成就的成为荣耀的记号，我们的生命得与复兴在他里面，我们的生命力量盼望都在主里面。我们这首诗歌我们用英文来唱，一起来宣告 My life, my strength, my hope 都在神手中。生命在于你主力量，在于你This in you, Lord, my strength. This in you, Lord, my hope. This in you, Lord, with you. This in you, all praise in you, all my life. I praise in you, all my strength. Is all my life with all.世界为我家，我无一定住处，我七彩宝在天，是个仰望我主，天门为我打开，天使护照阴阳，如我不在他爱，这世界我家，我主我主，你知我无量又想你，天门
现在神面前是一个生命的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父神，我们知道我们主啊，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主，当我们说主啊，你是我们的生命，主，让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为你而活。主，让我们说主你是我们的力量的时候，主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不是势力，不是才能，乃是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看见生命的盼望在于你的时候，主，我们每一天都能够紧紧抓住这样的应许，我们活在主你的恩典中。主，叫我们每一个脚步都在主你所立定的根基当中。主，让我们与你同行。主，谢谢你，因为我们知道这世界不是我们的家，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将只是都是短暂的，而我们有一天回到你的家乡，你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那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是我们领受恩典和冠冕的地方。主，让我们真的是把我们全人全心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生命的每一个意念每一个脚步，主你都查验，你都看顾。主，将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主你手中，因为这是合神你心意的教会，是主你所祝福的地方。让我们在这其中高兴欢喜的时候，知道每一天都是主你得胜的日子，而我们每一天都要刚强壮胆来面对明天。我们相信主你所赐福的是在那当中恩上加恩，力上加力，加倍的祝福在这当中。当我们站在主你面前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相信主你喜悦我们在主你面前所献上我们的心灵诚实的敬拜，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如果圣经所说的，没有殷勤的也可以来，凡需要神的都可以来，所有的破败的生命都可以来到神面前，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来到神面前。但是来到神面前你要得着什么？我们乃是来到圣洁之地，我们站在这个圣洁之地，我们知道神要使我们生命完全改变。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在神面前是有一个祷告，我欢迎神，欢迎神在我们当中掌权。你要记得，是不是神也欢迎你？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跟神有这样立约。我们请姐妹先来唱，弟兄来献上感恩，姐妹先唱。我来到神圣洁之地，这是神的所在，神的能力荣耀围绕这地方，使我的心敬畏战兢，与神面对面。天上有声音呼唤我进前来，能力的水流充满圣洁的你家乡，神要坚信你释放一切软弱，使我心真挚单单寻求你心意。一起来，生活靠你更深，更新我的意念，使我靠你为救主，我全心遵行你的旨意，我站在圣洁之地。从头来，我来到神圣之地，我来到神圣洁之地，这是神的所在。主，我们现在来到你面前，神的能力荣耀围绕这地方，这是我们的呼求，愿你的荣耀围绕我们，使我的心，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完全属于你的敬畏战兢。因为我们知道你身边，我们必须敬畏，我们必须来到你面前接近，完全属于你，我们听你的声音。天上我们特权圣灵而高，浇灌到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你水流充满，面对神能力，充满我的家乡。主，我欢迎你，神要坚信你，让
到我们在你面前的歌唱，时光一切润滑，是我心中炽热的心中一心，主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们，充满我心，是我的生活，靠你的神，更新我的意念啊，是我靠你来解路，我全心全心降服的心，让你的灵飞扬在神面前，把你的心的痛苦完全献在神面前，来赞美他。让你的祷告这时候流畅在神面前，有请我们开你的口来赞美，开你的口来祷告，让我们的赞美，我们尽在神荣耀当中，尽在神的荣耀当中，有喜乐你来。笑脸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主啊，我们体尝到主恩的滋味，我们知道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一群。主啊，不管有多少的艰难，你都明白，而且你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艰难。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听见你对我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耶稣，愿你这时候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站立在你面前的每一位，求你洁净我们，使我们的心得着正直的灵，好叫我们的敬拜真是可以完全的把荣耀归给你。主啊，我们真是想到你能够让我们经历在沙漠开江河，
在旷野开道路。你是这么一位奇妙的神。主，我们这时候要为我们最敬爱的郑中和牧师来祷告。耶稣，此刻李三春牧师正在他们的教会里面与我们一同来敬拜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主，我们相信同感一灵的上帝，主耶稣，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完完全全的得着释放。主啊，你祝福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你让这牧师在病床上一无挂虑。主啊，他可以安心的来把他的病养好。主耶稣，我知道你必差派天使天军围绕在他的四周。主啊，我也知道你必眷顾你的小羊，因为主啊，当牧人被击打的时候，羊会分散。主啊，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你必要保守爱你的子民，爱你的百姓，必爱到底。主啊，我们奉主的名宣告，主啊，东门圣教会他们今天的敬拜仍然要见到主的荣美。主啊，谢谢你。主，我们都是主内的肢体，恳求主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敬拜的时刻，我们真的深深的感受到主你的能力就在我们的当中，你的权柄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听见的话，我们就有力量遵行。主啊，更新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得着那样的属灵的权柄，我们才能够向我们的台南市宣告。耶稣，谢谢你让每个基督徒都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主，你是我们的元帅，你要天天带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夸胜。感谢主，今天我们站立在你面前敬拜的时候，我们要得着这样你给我们的属灵的权柄。谢谢你，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就不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活是为耶稣基督而活。谢谢主，听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以下我们献诗要请国中牧区，他们要来信献上我全心信靠我主，请国中牧区。
谢主哦，我们教会的国中啊，有这么多可爱的弟兄姐妹啊，这个当年国中我都不敢站在人家的面前。我们教会国中生啊，真的是很优秀哈。来，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26:31-38。马太福音26:31-38。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得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鸡叫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36，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客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以下的时间啊，我们就交给啊我们的高牧师啊来。弟兄姐妹平安。在今天讲到之前，要做一件事情哈，就是一个颁奖，就是昨天戏剧比赛的一个颁奖哈。哇，这个，但是我们在这里再讲一次哈，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你也都知道哈，我们所有任何比赛，动员几百人的比赛哦，没有一次的颁奖是真的有奖品哈。然后我们在整个道路里面，其实发现一件事情哈，我们真正的奖品就是在我们弟兄姐妹这样彼此扶持，我们一起哇，100多人一起制作道具啊，一起来忙碌，然后一起安排，一起来修正，那种快乐，那种扶持哈，就是我们每次在教会里面最大的奖品，而这奖品是在你生命里真实得到，是无人能够夺去的，所以我们已经不在乎奖品。所以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还一个一个上来哇亮相哈，所以我们直接报这个名次哈啊，这个名次哈，我告诉大家哈，昨天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哈，分数非常非常接近，一直到前5名哈。前五名的平均分数1分，前5名的平均分数1分哦，这第一名88.9，第五名是88.1哦，实在是很难哦，很难。所以如果你是第五名的话哦，其实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你只要那个裁判哦，他请一声打错一个分数哦，你就是变第一名了哈。所以其实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只是我们大家一起快乐的感觉而已哈，没有特别。所以我们在神面前，等一下颁奖的时候，报名次的时候，请大家用一个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心态，就是看别人怎样。所以别人得奖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抱怨？要不要为他而高兴？好，我来高兴啊！弟兄姐妹，其实我们在做这裁判的时候，所有的曲目都是我说明年不要当裁判了啦，只要让我们上去表演就好了啦。因为当裁判会被人家追杀哈，哇，这是不公平啊！其实不会哈，所以我们等一下都有一个态度哈。那有一个人问我说：“牧师啊，你在报名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拍手呼喊尖叫？”弟兄姐妹，当你在神面前快乐的时候，你要怎样你就怎样吧，好，你在神面前非常喜乐的时候，因为神喜欢他的子民非常的快乐，因为这是一个家庭。你快乐的时候，你会呀，都可以，因为这是神的家。
在神面前你非常的快乐。好，记得哦，这个名次不重要，但是我们还是让大家知道，这是十个裁判在这当中所一起计算出来的。弟兄姐妹，请记得，我没有计分数，我不是裁判，所以这一切都跟我无关。我在你们面前洗手，表示我无关。OK， 好，我们颁发第一个奖。哎，好。好，这么快，请安平。好，我按错了，第一名是平安平安，这是最佳剧本。好，然后我们每个奖我们会分派，我们会有两第一第前两名哈，第二名是天国浪子，呀，很高兴哈。然后我们最佳导演第一名是，哇，这个跟奥斯卡奖一样哈，入围的有六名哈，就是第一名是也是平安平安，哇，对，好像今年最大赢家一样，怎么那么兴奋哈。好，第二名是海岛风云，很开心哈、哦。好，第三个奖，然后我要讲一下最佳男演员，我们是每一个裁判都要在每一组里面挑最好的，然后挑出来以后，我们每一个第一名都有他的续分，然后第二名也有他的续分，加起来总共加起来非常的公正哈、哦。那我们在挑出来以后，我们有一个前面前几名哈、哦，前几名。那我们前几名在这里先我那张没有带上来，不过我照我的印象来讲哈，我前几名有得奖的，入围的有五个哈，其中一个是宏达，还有一个是宏志，还有一个是宋清，还有一个是杨恩，还有一个是我忘记了，我没有带名单上。好，没关系，我直接公布好了，好不好？得奖的有三个，得奖三个。第一个，道心就是这个第一名，然后第二名，宋清。哦，这跌破眼镜了哈。好，第三名是冯志。很可惜，那其他的那其他演员也都，哎呦，对，还有一个是宏达，那他们是都有入围的，比较高分几个，但是后来超出来最高分是这几个哈。好，女演员有得奖有入围的，有文莹，还有雨芳，还有依勋。还有佳慧，还有奈鹏，五个、哦、哇，我背起来了，真好。哎呀，好，然后第一名是文莹，第二名是雨芳，第三名是你们想不到的。明星，好，其实每一个分数都很那我们真的就是说，其实每一个都非常的抢眼哈，但是因为戏份有的人哈表演的很好，但是戏份不多哈，但是我觉得真的每一个都非常非常优秀哈。好，在胡音的感动里面，就是在整出剧看完，在胡音里面是一个邀请，第一名是苦静。第二名是平安平安，好，创意的设计，哦，对，还有我要讲的哦，平安平安跟美丽的缺口是同分哦，同分，所以我们第二名有两个美丽的缺口。
好，我刚才太紧张了，我那一张单子没有带上来，不过没关系，我大概都会背。好，创意设计第一名是海岛风影，第二名也是有两个，因为同分，所以我们还是颁发两个，一个是天国浪子，因为他同分，所以我们还颁发另一个是美丽的缺口。现在他们的创意，他们有用很多的诗歌，用很多的曲子，那我觉得这是一个 每一次戏剧都会有很特别的一个付出。好，接下来是团队精神，整个整体的动作迅速，还有合作 感觉海岛风云啊，他们动用太多人的在这当中的配搭啊。还有一个就是老师我有问题，因为这队伍哇，他们年纪比较年长的一个幕前，但是他们动员非常的优秀，非常的合作。在海报的宣传里面，第一名是海岛风云，第二名是天国浪子。哎，这个海报真的拍一张照片就拿到第二名，可见那个人有多像浪子。好，舞台效果，舞台的化妆，让你的感觉，第一名是美丽的缺口，第二名是海岛风云。好，美丽的缺口的弟兄姐妹大部分都是第三堂的，他们都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要替他，假设还有的话要替他多加油。好，道具背景就包括整个灯光，大家呈现在台上你看到的，包括制作等等。第一名是美丽的缺口。第二名是苦境。好了，在最紧张的时候到了，其实这些都很接近。来，总成绩，总成绩就是所有分数加起来总成绩。那记得哦，第一名跟到第五名是平均分数是在一分以内的，一分以内，所以真的只要裁判那个打个喷嚏啊，我算错十分哦，那就翻转了，第五名变第一名。 OK， 好的，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很接近，所以不要太注重这个成绩。那我们为了这个总成绩，我们有像奥斯卡金像奖的这样的一个配合。第一名是平安平安，哇，好，这是第一名。我们第二名苦境。啊，真的是让你们干来了。好，我们录取三名，录取三名。好，那其他三名也都是佳作。 OK， 那我们第三名是海岛风云。yeah.
弟兄姐妹，我们都对每一出剧都有制作特别的一个短片欣赏哈，我们以后会放在教会的网站里面，以后你也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点选你的剧名，你就可以看得到你们的这些短片了哈。那我们也很希望在明年的戏剧比赛，我们是两年一次舞台剧，但是明年是影展，明年是各牧区，不是牧区跟牧区联合，是各牧区要做自己的影展微电影。那希望大家都能够像。给大家一个感觉，就像公益广告一样，只有十二分钟，只有一个主题，一个感动点就好了，让你抓得到，抓得到心情，让我们教会能够在你无限量的一个空间里面思想生命里面的奇妙，所以大家能够在这许多许多的故事里面来运作。其实人生的一台戏每天活在你四周围，这就是故事，也是命运，但是我们的命运是神的荣耀，我们就在神面前有他的命定，那我们抓得住这个命定，我们生命就是智慧跟敬畏神的喜悦。好，在神面前献上感恩，虽然这些戏剧没有办法说每一个人都有第一名，但是其实你要知道，我这样讲过，第一名到第五名中间只有平均分，只有一分的差距而已，所以我们真的在神面前知道每一组都是最好的。那我们大家所摆上的，我们有一种心情就是看遍比自己强，其实你就是神里面最最喜悦的一个故事。好，我们一起献上感恩来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保守我们心，保守我们意念，让我们在你面前真知道主你今天要对我们说话。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生命里面能够感受到一个新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彼得三次不认主，那这样的故事在我们生命当中是怎样的一个回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好，我们来思想彼得三次不认主。你们想，彼得他有那么糟糕会三次不认主吗？弟兄姐妹，问题就是出现他不是那么糟糕，而且问题出现他非常的优秀，所以他在生命里面有一种感觉，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我不会不认主，而且众人就都跌倒，我也不会跌倒。他后来又继续说了，就算与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弟兄姐妹，彼得讲完以后，所有门徒都一起跟上说一相同话，我们绝对不会不认你。但是故事就出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后来三次不认主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思想这故事，今天就会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件事情，神对我们说了一句话，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怎么样呢？哇，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也必认他，也就是说你在人面前认我，我在神天父面前，在神使者面前也必认你。那我们这个地方这句话我们就很熟，有啊，我受洗的时候都是四月就讲这句话，大家都在看我，然后我说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我愿意。那弟兄姐妹，那个就是认主耶稣基督吗？对。但是我们还是想，每一次我们说我们认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好像出了一个差错，神告诉我们说你没有考验，但是主啊，现在又没有罗马皇帝来逼迫我，又没有放狮子来咬我，又没有把我钉十字架，我的考验在哪里？我的考验在哪里？弟兄姐妹，其实很多的考验不一定是灾难，是你心里面在思想什么，在想什么，那就是真正的一个考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来思想这个故事，在我们道路里面还记得吗？当百夫长说我只要你一句话我相信，弟兄姐妹，那个考验就是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耶稣说：“我在我本国子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但是有一天，我要让东到西、南到北、各族各方各国的人来到我面前，他们认我。但是我的本国的子民，他们不认我，他们要必要到外面哀哭切齿。弟兄姐妹，为什么会这样子？”难道本国的子民不认识耶稣基督吗？对不起，本国的子民比外邦人都还更认识耶稣基督。那这个认又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外邦人，神说我在我本国子民没有看过这么大的信心，就在这。这个是上个礼拜我们所讲的信息。那我们在生命里面来思想，今天在我们道路里面，原来不一定是有灾难，也不一定是有逼迫，你在生命里面，在你的优势 的立场里面，这时候就要考验你是不是认识耶稣基督，还有在你的传统，也在你的习惯动作里面，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吗？我们好好思想，这故事今天就在我们当中展开了。那展开的时候，我们先来思想，那一天神在对法老说了这样一句话，什么话呢？
让你存立，让这个埃及存在，就是为了要显明我的名是耶和华。那今天以色列人住在你的国里面，然后神荣耀将要这个当中，第一也向以色列彰显，也向你彰显。你要在这个故事里面能够在神的荣耀当中承认一件事情，神的名。如果你在看见那么多的故事里面你还不愿意相信的话，那今天你要在神面前看到这些灾难一个一个临到你当中。弟兄姐妹，认耶稣基督的名，认耶和华的名都一样，不一定是在灾难，甚至在神的大作为里面，你要知道神今天已经有话对我们说了。还记得那个大卫在那一天吗？扫罗也认识神的名啊，大卫的哥哥也认识神的名啊，但是他们那一天未说了，他们未说了。大卫站出来跟哥利亚说，你已经跟我打仗是有刀枪铜戟，而我今天是怎样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跟你打仗。我已经表明了一件事情，我是奉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跟你打仗。弟兄姐妹，这个名在我生命里面，我站出来，我还没打就宣告这个名一定是得胜的。弟兄姐妹，好好思想一件事情，你在生命当中把神的位置放在得胜还是放在你的生活习惯里面？如果放在生活习惯了，那你就是应付就好了啊，礼拜天来应付就好了。更好的就是我还有奉献呢，我还有参加诗班呢。但是在你生命的选择权里面，我们常常说分开了，世界是世界，神是神，也总要了解一下这世界，配合这世界，世界的人也很不错，他们蛮优质的。弟兄姐妹，在我们故事里面就是这样子，我们常常在失落，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很特别很特别的拣选。那我们在故事里面就发现一件事情，这故事在圣经当中给我们的一个提醒，还记得吗？以利亚那一天在加密山对所有的百姓，你们都认识耶和华，他们说他们都认识，他们也认识巴利，但是现在他们问题出在心持怎样两意，两边我都认识。那神说请你专心的跟从耶和华，他们不敢，因为他们怕得罪。就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生命里面还没有灾难之前，你已经设立了，我没有配合世界的话，你就会失落。所以在神面前等于没有认耶和华的名。因为认耶和华的名必须要有个态度，就是专心仰赖耶和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上都认定他。弟兄姐妹，让你的生命有不一样好不好？让我们生命今天开始就有不一样的一个样式，也让你不一样的祝福。除非你在生命的道路里面是主动寻求，主动寻求。我求主能够保守在我们的故事里面。为什么这故事会发生呢？彼得那一天发誓说，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我绝对不认识这个人。因为怎样呢？因为他以前说我绝对不会不认你的时候，是我跟耶稣基督在一起，耶稣有很多的神迹 cover 我们这一群笨蛋，我们这一群什么都不会。但是耶稣每次行神迹的时候，好多人就来簇拥耶稣，我们只要在耶稣面前摆摆样式，甚至可以传递面包，大家都说你们这些门徒好认真好厉害，能够有这么多荣耀。弟兄姐妹，这叫狐假虎威，在我们身边跟在耶稣后面，但是有一天牧人离开的时候，你剩下什么？那时候我们才知道，牧人一离开，我们就剩下我们一片空白，那个空白是我们生命的空虚。但是神要的是牧人要在你里面，也就是跟你合而为一，牧人不在你旁边，牧人在我心里面，就等于牧人在我里面。我们求主能帮助我们。那一天当那人说，你是他们那一党的人吗？彼得说不不不，后来说我绝对我听得出你的口音。彼得直接就说了，我发誓没有，我不认识。弟兄姐妹，耶稣那一天跟他讲，那时候跟他讲，在鸡叫的时候你会三次不认我。这时候他忽然发现，转头一看到耶稣的时候，彼得哭了。我为什么那时候不了解自己？弟兄姐妹，原来我们要认识耶稣基督最重要的观念，我们要认主最重要的观念是，你要先认识自己。你要先认识自己。你如果不认识自己的话，不认识自己的问题的话，你没有办法真的认识耶稣。那我们如何认识自己呢？
当然，第一点，我们在这个地方要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你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牧人？有时候我们自己不愿意认这个牧人，我们把牧人放在一个另一个角落，我们寻找自己的牧人。因此，我们已经不知不觉不认耶稣基督了，而自己还不知道；我们已经不知不觉离开了耶稣基督了，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这个就是神说牧人要从你生命里面挪走，那有一天你就溃散了，你就溃散了。这故事里面你要先了解，神说牧人的定义是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怎样舍命？也就是如果没有好牧人的话，羊可能会丧命；没有好牧人的话，羊会失丧。那这个羊一直在平安里面，他们会到后来会变成，这叫做习惯动作，这是自然的嘛，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们羊圈很好，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很棒。弟兄姐妹，错了，不是你很棒，是羊圈很好，是牧人在这个地方照顾你。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不在乎这个牧人的时候，我们在生命里面仍然平安，但是你不知道生命在这个当中却一直出现危机，危机。那今天我们常说，我怎么会没有在乎这个牧人呢？弟兄姐妹，问题在这个地方，你不是没有在乎这个牧人，你在寻找你自己的牧人，而你的牧人是你照你的方式去寻找，那都是假的牧人。在以西结书里面所说了，祸哉以色列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难道你不晓得牧人是要牧养群羊吗？那时候的祭司，那时候的法利赛人，那时候以色列当中的所有教师，都是为了填饱自己，讲一些自己所需要的事情，只顾自己。他们都是假的牧人，虚情假意。弟兄姐妹，还记得耶利米书也是这样说，这些人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的百姓，他们随便的说平安平安了，神很生气说哪有平安，得罪了神，神今天要降下灾祸在他们身上，而他们说平安平安。以西结书在这个时候所说的，这些是假的，这些是假的。我们求主能够帮助我们，虚情假意的牧人，你看得到他们的情跟意，因为他们很快表达出来，很快表达出来都是虚的，都虚情假意。真正的牧人，他们是真心的，但是你没有办法立刻感觉到他们的情跟意，因为他们表达出来的是责备跟管教。你不要，你不要。你会听到很多的，哇，给你好处的，给你恩典的，给你这个幼儿的。那时候你会觉得，你外面对我很好，这些人对我很好。弟兄姐妹，在生命里面，他们一个一个在夺取我们，这是魔鬼所做的工作。那我们在神面前要思想，也许吧，就是我们太相信这些假的。更危险的就是，神直接说了，末后世代。假的先知充斥在这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到处都有不法的事情出现，叫你不得不接受。弟兄姐妹，还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自己把牧人抛弃了，我们不认识他，我们不认识他。什么叫做不认识他呢？我们把牧人当作我们的雇工，把牧人当作我们的仆人，我们没有把牧人当作我们的道路。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给我们生命的时候，还记得吗？神给我们的是向着迦南地走。当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几天不在以色列当中，他们看不到自己的领袖，他们只好照着他们印象当中有样学样，有样学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做很多侍奉，我们常常觉得够了，我做很多了，但是却不知道我们是有样学样。你会不会讲到？你会不会带小组？你会不会带门训？你都会，因为有个样子你可以做，有一个范本你可以做，你有一个教本你可以做。但是在生命里面，你如果没有道路的话，这些人会疲乏，会疲乏。读了这些又怎样？我的生命有改变吗？他们有样学样，学摩西来做，来献燔祭、献平安祭，神看不到。那我们就造一个献祭的牛，那我们把牛做成金的，那我们就献祭。做完以后不晓该怎么办，只好吃喝快乐，他们放肆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认我们的主，并不是我不认识他，而是没有在他的道路里面行走。我们不晓得他的道路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问题。
我们求主能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条道路里面很认真来思想。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是你破碎。 OK， 那破碎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弟兄姐妹请记得看这边，破碎每次来教会一定要破碎吗？弟兄姐妹告诉你，你一定要更新，更新的一个外在就是破碎。那你要破碎的话，请你注意一件事情，你到底要在舞台上破碎还是在预言的时候破碎？我们最近看到戏剧比赛对不对，你是要在戏剧你在预言的时候破碎，彩排的时候破碎，还是要在台上破碎，正式演出的台上破碎？弟兄姐妹，我们就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在预言的时候，这边出了差错，那边出了差错，那边出了差错，所有出了差错我都要恭喜你，那叫破碎。因为每一个破碎都教导你修正。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破碎，我们在逃避这个破碎，但是殊不知你所逃避的每一个破碎都叫你有一天在神的审判台前看到，那时候你才要破碎，那时候破碎就是你的罪了。其实生命当中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很简单啊，你是要在重要的国家考试里面破碎，还是要在前面的模拟考里面破碎？听得懂吗？破碎不是 把纸撕碎叫破碎哦。你发现你的问题是在模拟考的时候发现，还是要在正式考试的时候发现？哦，这个 对我来讲一个 很深刻的一个印象。我考联考的时候，我是专心考我的物理化学了，因为我爸是化学老师，所以我在学校物理化学很强，我就专心考这物理化学这两科了。离联考的前最两个礼拜十五天的模拟考，那一次我最有把握的物理考了三十几分，到底出了问题在哪里？我整个快崩溃，完蛋了，完蛋了！我只靠这两科，这两科再没有的话，我怎么办？考了三十几分，但是还好，我痛苦了一两天呐，哈！但是痛苦一两天以后，我就发现还好，那只是什么模拟考，我就把那些问题出在哪里。重新来思想，重新调整，重新调整。有过那一个调整，而且是出在最近进联考的那一次调整，感谢神。不是题目重现，而是感觉出现了，感觉出现了。那次联考我物理考了八十几分，我就发现幸好我差错是出在前面。弟兄姐妹，现在我们在人生里面，如果神这时候告诉你这是你的错，你在神面前要做一件事情，破碎你自己，承认降服，你要不要？有没有阿们？弟兄姐妹，这是你的机会，不要在审判台前的时候才发现这个问题。你那时候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仍然叫破碎，但是那时候破碎没有修补的机会。今天的破碎有没有修补的机会？有没有？你认不认识耶稣基督宝血？认识吗？好，我再问一下，你有没有修补的机会？这两个问题是一样的问题啊，是什么帮助我们修补的？耶稣基督的宝血，他给我们机会，趁着还有机会的时候赶快破碎你自己，让他的爱充满你心，让他爱充满你心。弟兄姐妹，这是一个生命里面的一个智慧，不要失去牧人的时候才在神面前说主啊主啊。弟兄姐妹，今天你要跟牧人跟得很紧，在神面前神说有一天击打牧人的时候羊都溃散，今天牧人并不是会被击打，只是告诉你你要赶快让牧人进入到你的心里面，你要跟牧人同步，你不能只是靠着牧人。神会在他道路里面拣选他的牧人，而你在神面前跟随牧人的脚步，你要在这当中学习一件事情，尊重，也学习一件事情，效法，也学习一件事情，牧者的心态，每一个人都要。因为你学习牧者的心态，就是把牧人放在你的心里面。那你要这样子做的话，就是真正的一个破碎。弟兄姐妹，不能这样做的原因出在这里了，自大，不认识自己。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我们这个故事，我们就看到，彼得说了这句话，狂傲的话，他说：“众人皆跌倒，我也不会跌倒。”这个就像我们中国的诗一样，众人皆醉，我独醒啊。弟兄姐妹，这种话说起来跟哪种话很像？
警察在临检的时候，你这一门一打开，我没罪，我没罪，那种人都有怎样？都是罪的，都是罪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是认为你自己不会倒，这种人其实还是真的会倒的。我们求主能帮助我们。那一天彼得说，我不会跌倒，到后来再说，就算跟你同死，我也不会不认你。耶稣说，在基教之前你会三次不认我。我们怎么能够相信呢？弟兄姐妹，神如果在我们生命里给我们这样提醒，你要趁着你有机会的时候赶快破碎你自己，破碎你自己。弟兄姐妹，前不久有一个垦丁一个游泳的这样的一个比赛，1500公尺游泳，好几次我都有去报，都想要报名，还好没有报名哈。弟兄姐妹，去游的人全部都是游泳高手。好，还记得这故事吗？这个新闻，游下去的时候，这个海流突然一个逆转，每一个人根本没有办法游，没有办法游，因为你游一步倒退两步，游一步倒退两步。这个我们同工去脊背岛的时候，我们都有玩过这种游戏哈。在那个海湾水流的时候，很强的地方，我们在这个地方顺着水流滑两次，哇，就滑过这个海湾哈，游得相当快哈，这个十几公尺只要一两秒就到了。我滑一次就是10公尺以上了，因为水流很强。但是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我们不可以离开海岸游，因为我们必须在脚踩得到的地方游，因为很快带到这个 要脱离这个海岸线的时候，你如果不赶快站起来的时候，会被拖到外海去的。那我们倒过来游，那时候我们在玩这个游戏，倒过来游，倒过来游怎样呢？你拼命游是倒退的，你一直怎么游都是倒退的。弟兄姐妹，游泳的高手在那个比赛里面做了一个选择，我不能举手说我不行，免得人家知道我不会游，或者是嘲笑我不会游。大家都撑到后来不行的时候，举手的人就是聪明的人，赶快承认自己怎样不行。很多撑到最后的人才不得不举手，他们都是最后几个才被救起来，全部不行。后来那个阶段的全部不行，但是举手的人有先后。我们在神面前也要思想，在你的故事里面，你如果是一个智慧者，承认你自己的不行，你就是一个智慧，就是一个智慧。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所以我喜欢夸自己的什么软弱，好叫基督能力更多的覆庇我。弟兄姐妹，破碎在你生命里面。所以我常觉得说，我们教会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专业，很多很有专业的人，他们死守自己的专业，在教会里面撑住自己的地位，就是死不认错，就是死也不愿意说降服，也不愿意流下一颗眼泪。弟兄姐妹，这种人太厉害了，但他们在神面前永远得不着，永远得不着。有一个故事在我生命当中非常深刻。我刚开拓教会的时候，我带着一批弟兄姐妹去爬山，因为爬山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活动，因为我是登山的专家，我从大学开始就爬百岳的，而且我还有一个很骄傲的记录，就是你看那个大部的都会自夸身上有几个疤痕，那个夜战的英雄都会打开衣服给你看后面几个枪孔，那个我还会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看我的手是在中雪山摔断的，那个很多的伤痕都是证明我是一个爬山的专家。然后带着同工说，走，我们去爬山。到了登山阳明山，不是大山，是阳明山，到那个登山步道说，走这种叫小儿科，我们走里面好了。我就带他们走到森林里面，不要走这个步道。走了3个小时之后，我突然发现一件事情，绕不出来。我在很痛苦的情况里面，最后已经天暗了，在山里面天色暗是很快的，而且一暗可能就伸手不见五指。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明天的报纸会写着高牧师带着一群年轻的然后山难哈。那时候我在神面前祷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奇怪，我怎么祷告都没有用，没有感动，没有感觉，也没有回应，也没有回应。
后面的年轻的这些弟兄姐妹跟在我后面，他们早就心里有数了，只是不想讲而已。我只好跟他们讲说、啊、不然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还是祷告不下去，还是祷告不下去。我还记得那一天的祷告是，神感动我，除了你做一件事情。我顺服了，终于顺服了，我就开口祷告了，主啊，我没办法，求你帮助我，我迷路了，我没办法，求你帮助我。祷告完立刻有感动，是往上走，不是往下走，跟我的想法都不一样，是往上走。我印象很深刻，是往上走，上面没有路啊，所以我们只好拨开所有的灌木丛，这样往上走，山很累累的。但是20分钟后找到阳明山的步道了，你知道吗？那一天我心中何等的激动，因为我感受到耶稣跟我讲话。我怎么祷告神都不跟我讲话，那天我感受到耶稣跟我讲话。我很感谢，带着弟兄姐妹走回那个公车站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多的感恩。还好我有先认识自己，我不行。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彼得说我不会跌倒了，我也不会不认你。弟兄姐妹，他在生命里面没有让主掌权，他是用他自己的力量，所以人家追问他的时候，他赶快为了自保，那时候才知道他在没有 cover 里面是何等的惶恐，没有神的遮盖里面，没有主耶稣的遮盖里面，他是何等的惶恐，跟百姓失去摩西一样，是何等的惶恐。平常都在这样的一个保守里面很自然，那时候才发现没有的时候，也发现根本没有把主当作他的主人，所以无所适从。那时候恐惧席卷而来的时候，生命何等的可怕。那我们在求主能够保守，今天我们在神面前就来思想，如果我们要让主耶稣基督掌权的话，我们要让主耶稣基督掌权的话，那步骤从哪里来？这个步骤神告诉我们，神说你们会不认我，不可能。今天这个道路我要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击打牧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要跟牧人合为一的话，神让这个地方做一件事情，耶稣基督、彼得、约翰、雅各，你们三个就好，我看中你们三个，跟我来到克西马尼园，你们三个是我心里面能够相信体贴的。我告诉你，这是我心里面非常难过，非常痛苦。我想请你们做一件事情，没有要求别的，我只要你们陪我就好，一同进行。我只要你们陪我，因为在这条十字架道路你们帮不上忙的，但是我需要你们陪我。弟兄姐妹，你知道什么是牧人的心肠吗？牧人心肠走在前头，牧人自己知道有些事情自己要面对的，但是我要的是什么？同工。我自己深知道我要的是同工。同工能够做什么？我没有指望他做什么，我只是指望他们跟我同心，了解我，了解我。那时候彼得约翰在那当中睡觉了。睡觉有没有道理？有。因为他们一整天是不是又有最后的晚餐，又一整天的忙碌，最后晚餐耶稣还讲好多话，然后他们又吃完晚餐以后才走，已经很累了，所以睡着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有，比我们当中现在昨天睡得饱饱的，现在还在睡觉，还有更有道理。那我们今天在思想一件事情，我们在神面前要想一件事情，他们那天睡着了，心情很累，但是心情很累又怎样呢？记得创世纪，耶稣神在那个地方说，我心中甚是忧伤，看到这些人随即而行，我呼召他们，我呼喊他们不回应，我告诉他们回转他们不愿意，他们说他们没有犯罪，他们没有做坏事，他们只不过随己意而行，他们又没有做什么大坏事，而且我们建造盖造耕种都是很好事情，但是随己意而行的时候，看到人间的女子美貌，我们就随意娶来为妻的时候，行自己想做事情，完全不理会神的呼召的时候，神说我心里面很忧伤，
只有一个人要陪我，只有一个人要陪我，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知道我的心，所以我叫他建方舟，没有道理的，道理在哪里也不知道，但是挪亚说他愿意，他愿意。弟兄姐妹，故事就这样展开了。你要不要认耶稣基督？你如果认识他的话，你要认他，认他的名，认他的名的话，他在你身上有告诉你说我忧伤，你能够体贴吗？你有体贴吗？你记得尼西米那一天他心中怎么忧伤？我忧伤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在这个皇宫里面吃得很好，为什么忧伤？我忧伤我的国家。弟兄姐妹，因为他体贴了神的心，他体贴了，世代就改变了。体贴，玛利亚那一天坐在耶稣旁边听，吓一跳，耶稣跟他讲这条道路的时候，他忽然发现这件现在不是聊天，现在是耶稣把他心中的话讲出来。我这时候只有一件事情，体贴。一体贴的时候，他必须做一个选择。马大说：“过来帮忙，过来帮忙。”平常他会过来帮忙，但是这个时候他必须做一件事情：我一定要留在这里。马大很生气的，但是玛利亚那天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所说的：“上好的福分，他多得着了，是贴我心的，了解我的。”而且这个得着是无人能够夺去的，弟兄姐妹，也因着这样子，玛利亚决定做了一件事情，在最后的时候，她把真拿大香膏拿出来。耶稣再一次说：“这样的侍奉是最美的侍奉，坐在我身上，安葬的事情上，别人根本了解什么叫安葬，没有人能够了解，只有玛利亚知道。”那耶稣说：“从今以后，普天下所做的一切侍奉，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恳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真的明白吗？你如果说你累，你如果说你疲倦，弟兄姐妹，要不要相信一件事情？如果你体贴神的心意的话，了解神的道路的话，等候耶和华，我告诉你，你绝对不会困倦不疲乏，因为你爱你的神。弟兄姐妹，所有的妈妈都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的妈妈都知道一件事情，当你的婴幼儿四十几度发烧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当我陪着他一整夜的时候，我不知不觉这个单抱着他，我不会困倦，因为爱在这其中，没有道理的啊。但是你有爱，你有爱。一些爸爸都在旁边就睡着了，并不是他们，因为爸爸真的有理由很累。但是贴心的感觉通常都是出现在妈妈身上，哦，其实我也是陪整夜的，哦，但是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感觉到神要我们贴心，因为神早就用他的生命来贴我们了，贴我们了。我们知道吗？我们真明白吗？也跟恳求能够让我们道路里面知道，神告诉我们说：“我心忧伤，你了解吗？我心忧伤，你了解吗？”我在神面前，克西玛利亚祷告到汗水如像雪滴一样的掉下来。那我的门徒在干什么？我的门徒在干什么？我所真爱的，我所接的最能够体贴的，他们在那边睡觉。这就是一个生命，我们常常所说，你有认耶稣吗？所有门徒很难了解这句话，很难回答这句话，我怎么会不认耶稣？我的耶稣我很熟的，弟兄姐妹。但是在紧要关头的时候，你在这个当中没有失去，没有在体贴里面贴近耶稣的心，你就是不认耶稣。今天世代已经到了关键时代，我突然发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那种贴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是何等的美。日日夜夜在神面前，弟兄姐妹，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叫忙碌，一种叫丰富。你可以知道你是丰富还是忙碌。忙碌是属于世界的，神说你要休息，要知道我是耶和华。如果是神的道路丰富的话，我告诉你，你要向着标杆怎样，一要直，二要跑，不要在这边说人家说人家说。第二个，你不可以慢慢走，因为神说了殷勤要趁着白日要赶快做。这是新的工作，新的祝福在生命当中。我们在神面前什么时候能了解这个，就是新的故事在我们当中。那我们在神面前有个调整，在提摩太后书里面所说了，你真的了解，你真的与神贴近吗？你能够明白吗？与神，如果你能够真知道体贴的话，你就知道什么叫同时。我愿意跟神一起
在这个患难里面经历，在考验里面，在征战里面能够一起进入。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学习征战。我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在成大医院一唱歌的时候，好多弟兄姐妹，我们没有邀请他们，固定说我要来帮忙发单张。其实弟兄姐妹，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体贴，这个就是体贴。教会的道路我要跟上。但上礼拜我们说为整个台南市来走的时候，我告诉这些推娃娃车的，哎呀，你们推娃娃车出来走，不要怕，出来走。但是我知道推娃娃车很困难，而且要坐马路吼。那我给你开一条路，走一百公尺就好，然后弯到我们旧教会这边等，等我们绕完队伍再回来。弟兄姐妹，当我后来看照片，我才知道，全部都走全程，几乎都走全程，心里面很感动。弟兄姐妹，你有没有发现走全程的人，他们说不会累啊？但是我告诉你，如果是一般的走路走全程，你会累死。但是那天你为什么不会累？因为你那天是为耶稣而走。有没有阿们？为耶稣而做，你不会累的，而且你会很兴奋。这个兴奋是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会记在你的脑海里面，因为是何等的尊贵，何等尊贵。一样的，神说你若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那神在讲到圣殿的故事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你愿意破碎自己，你愿意承认你自己的罪，你愿意在神面前说我重新归向你，我愿意在神你的圣殿当来到神的圣殿当中的人都知道得罪耶和华，我必须要来到神面前，我必须降服，我必须要承认你，承认自己的罪，我必须要认你的名。弟兄姐妹，圣经说这样的祷告我在圣殿当中必垂听他们的祷告。今天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还记得昨天的故事，昨天最后两出，一个是缺口，人的生命本身缺口就是残缺遗憾啊，另一个是苦境，那苦就是什么呢？在神面前怎么那么悲惨悲情的世界，而且我们台湾在过去的日子几乎大部分的世代大部分的家庭都活在一个苦悲里面。但是差别在哪里？差别快乐不是你得着什么，快乐是有耶稣基督填补这一切，所有的残缺因为耶稣基督的存在，所有的残缺都变成加倍的祝福。所有苦的日子你吃得很简单，但是有主同在，那些很简单的菜脯都变成山珍海味。弟兄姐妹，另一个世界是什么？你追求的世界丰富，有一天你的丰富成为你的控告，因为那些丰富会彼此争夺，是生命里面的悲叹。我们求主能够引导，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看见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在对我们说话。与神同行的故事就在今天，我们求主能保守，让我们生命在神的祝福里面，在与神同行的故事里面，在神的喜悦里面。我们现在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学习更爱你，我们学习在生命当中认识你，我们学习在生命当中体贴你的心意，也体贴神你在我们当中那美好的引导。很多时候也许我们都更不明白，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学习敬畏你就好了，学习你的心意，我们就是顺服就好了。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只要是你的恩召，我们就知道何等的有指望，而且在这恩召的道路里面看到天上的基业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今天的故事还没有演完，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们还活着。求主也帮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越来越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那极伟大的祝福。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奉献这首歌，在花园的路上，其实这是与神同行的故事，我们希望这故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是一个祝福跟喜悦。来，我们来拍手欢迎沙伦跟李传道在我们当中所献唱的这首诗歌成我们的回应。
千弟兄带领我们感恩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低头。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再次思考，我们真的认识你吗？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让你明了，来破碎我们自己。主啊，知道我们是不足的，主啊，我们是软弱的，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我们真的什么都不能。但是主啊，因着你的刚强，主啊，因着你，主，我们得在你面前刚强起来。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来感动我们，知道我们当遇到困难、遇到痛苦的时候，主啊，我们来承认我们真的是不足的。主啊，你的力量就在这里彰显。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能更体贴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学会，主啊，因为你爱我们，所以我们才有能力去爱别人。主要让我们学会怎么跟快乐的人同快乐，悲伤的人同悲伤。主要让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身上。主要让我们的所作所为，主要真的见证主你的荣耀。主要我们向你献上感恩。主要我们在此奉献一些金钱作为主的事工使用。主要求您悦纳。我们将所有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祷告，先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请起立，我们颂荣。颂荣之后，请牧师祝祷。
主，谢谢你，我们心很高兴能够认识你，也很高兴能够活在你的恩典里面，也让我们道路里面有主你在我们身上有特别计划。我们现在欢迎你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每一天的掌权。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在我们当中，因为常常我们知道心中有火热，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不要信得太迟钝，让我们在你面前知道耶稣基督你在我们当中活着，你在我们当中成为我们的主人，也让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的选择权是以敬畏耶和华态度来做，好让我们认你的道路里面更加的让所有的人知道，我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也尊耶稣基督为宝贝，让我们的道路里面就是这样活着。献上我们的感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并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并且你所施下的医治使我们身心灵都在里面活泼强盛，让我们因着国度权柄荣耀这样的尊贵，让我们在生命里面的侍奉成为神的祝福跟喜乐，我们活出来是立上加利恩上加恩，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